磁救护车、电磁战斗机、数码剑龙、合成啊，是电磁合体机器人。怎么又变回来了？不要啊！小小啊，变成皮卡车了。电磁机器人，可是我们刚刚失败了呀！肯定是小小刚才用的数码剑龙不对，所以他才会被新奇暴龙战车变成皮卡车了。那为什么偏偏是皮卡车呀？你笨啊！皮卡车肯定能合成电磁机器人呗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救小小啊！合成。怎么又失败了？这两个是人形态，这小小是车形态。这么说，要把皮卡车也变成人形态？没错。那现在就给你变。这次应该能合成电子机器人了。没错，小小，我们就是来救你。合成。又失败。小小，怎么还不对啊？电磁机器人是四个星星暴龙战车合成的。四个？还有谁啊？看来只能拿出我珍藏的星星暴龙战车了。霸王龙，霸王龙是最厉害的恐龙，所以啊，肯定能合成电磁机器人。你确定吗？你这数码霸王龙真能合成？别指一个，数码霸王龙、电磁皮卡车、电磁战斗机、电磁救护车合成。是这个霸王龙，那是哪个霸王龙啊？我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不是消防车吗？我要的是电磁霸王龙，即